再看到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，现在又有了新的突破。一周刊报道，今年37岁的林志玲献出她出道以来的第一次内在美代言，究竟为何突然解放？一周刊指出，是因为2年2300万元的广告天价之外，绯闻男友言承旭的鼓励，也是让她决定青春不留白的原因。林志玲这次是帮大陆厂商代言，穿上了不同的清凉养眼的内衣照。其实林志玲先前也有比较裸露的代表作，像是2002年香港拍摄瘦身广告，她是在泳池旁穿着比基尼。而这次林志玲敢在40岁前解放，周刊指出是绯闻男友言承旭的鼓励，也让外界好奇两个人是否真的复合了。不过对于报道的内容呢，言承旭还有林志玲都还没有回应。